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羽毛，欢迎回来我们的底特律。今天，哦哟，我们来到了帅哥路线啦，马克思吗？还是马？忘记了。傻眼，为什么你在那边？哎呦，我只是个人类，很帅的人类。很多 Android 应该都知道我是 Android 啊。Human only。Yet it go. Yet it go. Yet it go. 查看符号。OK。看不懂。寻找涂鸦哦，跟涂鸦很像的吗？跟着线索，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哼。我没钱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呀。这里也不是吗？啊对啊，你们就是这个，按住 R2 可以解码哦，好帅哦。有了啦，就这个啊。线索更新，找出这个涂鸦。好，现在是找什么？我忘了。有一本书，看一下。哎，仿生人逃亡，苏尼。苏尼，我要看一下。哎呦 ，OK， 那他是一名仿生人 ，AX400 据报非常罕见的故障。哎呦，帅帅帅，仿生人太空人将是哦木卫一 ，OK， 好，了解了解，木卫一耶，木卫一不是木星的卫星吗？好远哦。嗯，我忘记他的图案是什么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一个脸，找不到啊。这边没有哎、欸。我可以搭火车吗？找到下一个涂鸦。Android only， 混入人类群众。这边应该是没有涂鸦吧？我看一下啊。我再确认一次哦。狮子啊，要找一张，找一个狮子脸，可是真的没有狮子。好，好，我们够了。没有狮子，狮子应该在楼下。嗨，你好啊。哎呦 ，Get your today， Android area。哦，是都不用钱是不是？那么棒啊。Oh, sorry, excuse me. Ow。干嘛？我的钱被偷了是不是？干什么东西？偷我东西？我、哦、回不去了，可恶！是不能撞到人吗？还是怎样？有看到狮子了。附近也都没有东西可以调查、欸，真的就是一直在找这个吗？这个有。还以为在哪、啊？有线索更新。水管。啊哈，好霸气哦！哦，我开始跑步了。来来来，一二一二一二。哎呦！
可以过去吗？红灯了啊！快跑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不是这里，找树涂鸦，冲啊！涂鸦在哪？我找不到啊！我找到了，才刚说找不到就找到了。可是我要怎么那个啊？进去啊？北七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小哥，烤鸡，还有一个在那里，烤鸡，机器人，红色机器人。这一段剧情有点 boring 啊！嗨，事件它可以在现在可以做一些事件出来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一个，真的在找东西耶！两个，三个啊！哎，这什么？蹲下，蹲下干嘛？进去哦！不要，不用进去，不要进去。好啦，我现在是退不出去了，我只能进去。强制我这样调查，是不是啊？要搬开啦，强制哎，北七哦。哎，这个，有了，就在那个地下道里面吗？哎，不是哎，还有哦，我也在这个地下道里面哎，结果不是啊，这是废弃的地方吗 ？OK， 继续找涂鸦。哇，到了到了，哎，小姑。这边一个，然后勒我障碍啊，对不起，我只看到一个啊，仔细看仔细看，那是吗？哇，好不清楚，两个，慢慢摸慢慢摸，嘴巴太靠近麦克风。你们是不是找到了？可是我还没找到。对，我还没找到。在这边附近吗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嘿嘿嘿，没，巴西有没？哎，哦，要到屋顶上才有，是不是？可恶，真的没有啊。有了，好辛苦哦！看一下附近有什么，没东西，上去吧！嘿嘿，看我的跑酷！嘿，非常轻松，非常帅气！有了，走到了，线索更新。再个阿克喽！哎呦，他跳过去，好，要 QTE 了，对不对？遇见，用 R2 预览路线，欸、好酷哦！我狙狙。倒转，这个呢？计算。哎呦，一条路解开，行，就这样走。我超强，嘿，而且跟一模一样，还有一个帅气的脸，轻松 easy。
哦，那边吗？要忘记我的那个什么 ？OK， 红色的墙壁，红色的墙壁往下跳。哦，应该就这里啦。哦，这里看到了。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调，它有些调查点不给你看呢、欸。哦，别吓我。这有时候真的变恐怖游戏，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好好的就好好的，不要这样吓我。他是不是这一家做的像是之前的《暴雨杀机》跟《两个灵魂》，好像都有那个哈吓人？还是我误会了？一个，两个，还有一个。在哪里？没看到。还有一个在哪里？我真的没看到、啊。要看一下啊。他在哦，这里看到，我看到了。这里。在室内。哇，室内要怎么进去？遇见。刚好遇见你，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？哼，错，哎呦，还有这条路，还有别条路吗？没有，就这条路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好嘞，哼，不能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还有别条路吗？这里，嘿呦这，感觉很稳啊，哦，还有啊、哦。走这里已经错嘛？好，我要走这里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走这边会怎样？滑倒，高度太高。OK， 那走这边吧。嘿，计算 ，nice 啊 ，Go！ 看这样我可以不用动了，还不错啦。快速带过这些场景，可以，跳，哎，然后再一个帅气的转身，水哦，进来了，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，嗨，怎么那么多废弃的地方啊？看，有个死人。啊，好可怕、啊！就是这，我离麦克风太近，又撞到麦克风。我可以那个嘛，是一定要离一定距离，是不是？有了。是这里吗？不是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个进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那边好像不能进去啊，不好意思。这边呢？移开。哎、欸，小哥，有点重啊。阿兔，上，哟，过来了。有了，出来了，嗨，这里是哪里？Where the fuck am I？ 看不啊？这哦，一艘船吗？废弃的船，抵达船只。
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后面有藏东西？没。呵 ，Let's go。我的贝，对不起，我过不去了。洗马西，我还是回家吧。这里可以过去吗？跳。嘿。小哥，这边有藏什么东西？爱藏啊？嗯，在藏啊？看来没有藏东西。我任务什么？想办法到船上。哎咻，这张感觉蛮长的，因为上一张太短了，只是修好身体而已。一二一二。不要走呢，不要走呢。啊，好吧，走呢。好可怕，我有惧高症啊！救命，救命！我会一般放开我会摔死啊。跑步了吧？用跑的不行，我也不敢用跑的，慢慢走。超可怕嘞，北七哦，我不能看下面。虽然，哎呦，我看不到前面的路啊，白痴哦。哦，看到看到了，啊跳！哇，信仰之跳！哎呦，就撞到，我以为撞到地板了。哦，我溺死了。哎，仿生人会溺死吗？应该是不会哈。嘿，哈，开门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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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那么暗，是不是有人要吓我了？想办法看清楚，我也想啊，拜托！哦哟，老鼠，不要吓我！这什么？哦，手电筒。嘿，去！嘿，变恐怖游戏了啦！哦哟，嘿，点头看，勘察船只。干嘛？想干嘛？哦呦，小门，怕？不要，不要！我先去看那个好了。哎，别，不要吓我！哎，那边有个门，我先去看那个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好怕、啊！快跑、哦！这应该是打不开吧？对，打不开。OK， 啊不了，啊不了，别吓我，别吓我，别吓我！先来个暂停，那边还有一扇门，破窥一下，破窥一下，好多门哦，太多门了吧，白痴哦。然后左边再看一下，不是左边，右边，右边看不到，完蛋了，我要被吓了！啊不不不不不，哎，没有被吓。看一下这个门，打不开。不要吓我，这不是恐怖游戏啊！有声音。嘿，嗨，有声音啦，白痴哦，真没东西啊。白痴哦，为什么视角这样？我后面有没有东西？对啊，视角这样，你这样弄，我刚刚转头就有东西一样。哦哟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很不舒服，我很不舒服。打不开。
啊，快受不了了！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想到人的地方。右边，右边。这一集我快受不了了，我要爆炸啦！哇！我要哭了。好，还说什么这一集一定是最无聊的一集，就快吓得快半死了，而且还自己吓自己。他只有刚刚吓我的那一次。好啦，你有吓过我就比较不怕了。OK，OK，OK， Let go，L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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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 go。这个我就是转转转转不开，这要怎么？这是往右。有了有了，每次有时候转开，有时候转不开，很出来哦。你刚刚那是谁？你讲话哦，装死啊！要不然你吓不到我，吓不到我，来元勋，好，拜拜。吓不到我，你吓不到我，快跑，快跑！哇 ！QTE， 哦痛！我不能 QTE。刚刚我不知道，刚刚感觉是一个女生，可是应该不是那个啊，卡拉，还是真的是卡拉？卡拉应该会带着一个。嗨。Welcome to Jericho. Jericho， 到了，我们到 Jericho 了，就一条线，与 Jericho 居民见面，可怕要死，哦，吓死我了！有一条路线没走到，有一条路线没走到。好啦，那这一集真的有点烦死了，这一集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底特律的话，别忘了喜欢你想去收看的，可以点我帅气的订阅，帕楚主播边的铃铛，点我是羽毛。我们下一集底特律再见喽，拜拜。